别追，哎，不给啊，妈，哎，哎呀，妈，妈，你怎么跑得比兔子还快啊？那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俩是龟兔赛跑呢。你这身体呀，彻底完犊子了。赶紧把你那通行证给我。哎呀，我们有规定，不行。这，我要不是来了两个朋友，我稀得要你那破玩意儿啊？我这证，你就说给不给吧，我就不给。好，今晚我不回家住了。我你不回家上哪儿去啊？我睡大道上。哎呀，你要敢睡大道上，我就给你。早点拿来不就完了？你早点回家啊！妈，又干啥呀？昨天给你的，那我不得请人家朋友啥吃个饭啥的？你快点，别磨叽。这怎么还抢了呢？你走了，这孩子省点花啊！真是，哎呀，谁扔烟头啊？这，站住！别动！可算是找着你了。我，跟我走。哎，大爷，我跟你。啥眼神啊？大爷和大娘还分不清吗？哎呀，他娘啊！哎呦，我这一着急，我给认错人了。你找谁呀？我找一个穿着马甲、个不高、200多斤、没有腰、西北口音的一个胖大爷。找他干啥呀？哎呦，我们现在全车人就等他一个了。您看见他了吗？没有啊。那我再找找吧。哎，姑娘啊，找人呢？你上后面故宫景区里，那游客多。谢谢您，大爷。大娘。什么眼神你？200多斤胖老头上哪？这不真儿呢吗？200多斤没有腰，西北口，啊，不对，你是东北的，抱歉啊，认错了，主要太有特点。这怎么？你怎么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咋的？你怎么还出来了呢？啊！把害怕，我不是乾隆。雍正也不行啊！雍正大白天，你稍微收敛一点啊！你穿真身，你这……你误会了，大妹子，我这个衣服是为了照相好看租的。租的啊！哎呀，我不对呀！啊，那这个氛围怎么这么恐怖呢？哎呀，这不是手机铃声一直响，还听不手机。哎，大妹子，来来来，给帮忙拿一下来。我呀，想半天了，快点快点快点。你这上哪个臭蛋？哎呀，你这放这儿，你这这好了吧？你这铃声也太吓人了，你谁知道你这？哎呀，我的爷呀，真嫌未接电话呀。来旅游的是不？哦，哎呀，哦，你是西北来的？啊，胖老头200多斤没有腰，还有一点吧，就是你，咱俩别动啊！我找着你了！哎呀，这姑娘，哎，妹子，妹子不要喊，我没干坏事，真的，你不用再强行胡乱我。不是，导游找你说一车人就等你了。哎呀，等一车人等啊你？对呀，那我抓紧时间再找两张。哎，这老头，人家等你，你不着急呀？着急？哎呀，着啥急呢？叫他们等着去，反正都等上了。再说了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还不得找美了？这人，你说来这玩你？哎呀，这老头，你这照相姿势也太难看了。人家照相都是这样，你怎么就这样？你这是，哎呀，没啥见识，没出过远门。哎呀，说谁呢？谁没出过门？你呗。哎呀，大妹子，听你这个口音，你是本地人吧？本地怎么的呀？本地人还在这儿旅游呢？我在这儿，那这个旅游的级别太低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还处于这个原地打转的状态呢吧？哎呀，听你这个口气，去过很多地方啊。那当然了，我去过的地方多了。我跟你说啊。我在东海冲过浪，哎呀，这我在南山放过羊，哎呀，我在西湖抓过蛇，哎，我在北疆还追过狼呢。你的整个一个人鱼自然呢。哎呀，不过
这回感觉沈阳故宫好吧？不咋样。起来，咱俩。这故宫里文化历史你了解吗？你就说这椅子，意思咋？不是普通椅子，知道不？哎，这是正宗海南的木料，苏州造。哎，榫卯的结构，那个是贼拉抗造。哎呀，就在这椅子上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呢。哦，都有啥事迹？想当年啊，将军在这儿起过义，哎，太监在这儿聊秘密，这个大臣在这儿下过棋，是那个宫女儿在这儿自过义，就这椅子，哎呀，我整大不进了，哎呀，就这椅子懂吗你？哎呀，你这个大妹子太有意思了，文化，就你这么一说，这把破椅子简直就是那个清朝三百年历史的集中体现嘛。不光是历史，还有三百年包浆呢。哎呀，瞅这个颜色，哎，这手感。你对这个地方咋这么了解的？哎。你是干啥的？哎呀，实不相瞒啊，我就是故宫里头，嘿，扫地的。哎呀，怎么的？瞧不起扫地的呀？谁说的？我最佩服你们这些人了。哎，你们这些人，我就是平地上面的国画大师吧？你看。哎呀，这大哥太能夸了，啥大师啊？我就是个普通的小老太太。你就在这扫地，你看，怎么的了？大妹子，就你刚才把这椅子一垮，我感觉我要是不跟他来个亲密的接触，那不是白来了？怎么亲密接触啊？当然是美美的跟他照一张了。哎呀，你这又，哎，我说，老头啊，你慢点儿，你这大身板子，这三百多年沧桑历史再叫你给摧毁了。哎呀，就爱照相，这老头太奇怪了。大妹子。能不能怎么的还想跟我来个亲密接触啊？哎呀，哎呀，没事，哎呀，再别胡说了，我的意思是沈让你给我帮忙拍个视频，你看你、啊、帮你忙啊。哎呀，我都紧张了，我还脸红了，你自作多情。对了，哎呀，中间这个红铲铲啊，还挺专业，这玩意儿开始。故事家谱，皇上家谱，皇上家谱。哎呀，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呀，疯了你呀、啊！哎呦，谁疯了、哎？你看你都不动。这是时下最流行的手机游戏，叫小卡秀。谁打舅？谁打？哎呀，跟你说你也不明白。没关系，咱接着拍。还蹦蹦啊？哎呀，你怎么蹦蹦蹦？哎，我的爷呀！怎么了？咋了？叫你给弄驾崩了，还咋呢？驾崩了！哎呀，我的那些照片啊！哎呀，我的小卡秀呀、啊！哎呀，我的微信摸摸我的漂流瓶儿啊！你咋啥都有呢？你这人，你把个手机给我弄坏了，你说咋办？那是你让我帮你拍的吗？我让你赔，我没让你往地上扔吗？那你还想让我赔呀、啊？你赔地气吗你？怎么的？这玩意儿你还想讹我呀？我讹你了？啥意思啊，老头？我讹你？那你让我帮你拍了，睡吧。他那玩意儿坏了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我。干啥呀，老头？怎么的呀？哎呀呵，还想装心脏病犯了呀？告诉你，你这个基本步骤就不对。首先，哎，你得掐人中；其次，掏出药瓶来，假装没拿稳，哗啦，药全洒了，没招了，你往这一躺，这叫讹人。这些基本步骤你，哎，你还真躺下了。你这是逼我呀，我还躺下了呢。哎呀，
看着没，老头，我躺的是地上，一会儿来人看见了，我占优势，你明白不？不起来是不？我可使绝招了啊！我脑血栓可犯了啊！我还抽抽了呢！哎呀，我抽抽啊！妈，哎、呀你这破景区通行证它也不好使啊！啊，妈，哎，妈妈。你怎么跑地上？别动！别动！靠后！你这一动，我仅有的优势就没有了。哎呀！呀，张大爷！哎呀，姑娘，你可来了，人找着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他装心脏病讹我。哎呀，张大爷，他本来心脏就不好，快快快，帮我把他扶起来。不、啊、是装的呀！哎呀，你快起来！哎呀，我还心脏在这块不疼，你怎么给人老头整躺下了呢？不是，他让我帮他蹦蹦，我没蹦好，完这玩意儿蹦蹦了。你看看。就是那个蹦蹦了吗？哎呀，好点没，张大爷？哎，大哥呀，你没事吧？我事儿，我不知道。我都是心疼我的那些照片啊！亮来，哎，大爷，哎，大爷，你手机这没坏呀？这不亮了吗？真的。哎呀，好嘞！你看，这都在你，你这是我跟俺儿子，哎，这是俺俩在苏州，这是在南京。大爷，你这照片有问题呀？我照片咋的？照片是假的，你跟你儿子是 P 上去的。妈，你看啊，哎，他儿子一年四季都穿一样衣服，你这 P 的也太差了吧？这你要找我 P， 我给你讲。别说，那个大哥呀，哎，冒昧的问一句。你儿子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都好些年了。大哥，那你节哀啊！哎，胡说啥呢？那儿子没事啊，就是不在了，那不一样吗？你哎呀，这我还解释不清了。这个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儿子活得好好的，只不过人出国了，现在在美国呢。啊，真误会了。说实话，我这个人。不爱旅游，走不动，心脏也不太好，但是我不愿意在家待着，因为我会在身边，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，主要是俺儿子不放心，所以我就逼着自己出来旅游，到一个地方我就拍照片，拍完了再发给俺儿子，俺儿子看我高兴，他不都高兴了？俺儿子还说，爸，你以后出去旅游多拍照片，这样我就能把咱俩 P 到衣裳上，这不就像咱俩一块旅游了？俺儿子还说，等你把全国都转完了，我就回来了。哦，对，来，给你们看。哎呀，这可是我的宝贝，看看，这是这些都是我跟俺儿子一块去过的地方。这张是在内蒙古，这张是在三亚，这张是。加上沈阳，这已经是我跟俺儿子一块去过的第30个城市了。是啊，其实我知道，就是我把全国都走遍了，俺儿子也不一定能回来。但是我一定会走下去，因为我不是一个人，这是我跟俺儿子两个人的旅行。哎，你看人家爷俩，你再看你，净气我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不说了。张大爷啊，咱走吧，那边啊还有一车大爷等着您呢。哎呀，对，走之前咱们合个影，留个念啊。对，应该。来，小猪帮个忙。来，哎，等一下。